我们要赶快采取行动。可是，因为情况复杂，人质太多，歹徒也太多呀。可是，如果这样继续等下去，情况会越来越糟了。因为很显然，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歹徒，他们手里有制式武器，还懂得利用炸弹和地雷来干扰我们的行动路线，直到破坏监控系统。 他们还有狙击手，所有这一切，他们都做得非常专业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现在正在有意识地狙击人质。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，我们应该很清楚。龙头，小虎队已经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攻击。龙头，请下命令吧。老队。 十一点钟方向，在屋檐下面。飞燕，拉高一点，让我去。你确定吗？太危险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好吧，我准备拉高了。飞燕，出发前，我把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写下来了，会自动发到你的邮箱。我不会看的。那可能是我的遗言。 怪不得晴朗那么痛快就出来呢，这儿还真有人。你就是莎莎吧？她不是什么莎莎，我们不认识什么叫莎莎的，她是我的女儿。臭娘们，你以为我们俩傻子？不是你慌什么？是不是？带上去让三哥和燕尾蝶看看就知道了。
没事，别拍了，珊珊。子虚，江城。杨震，您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报告，掐死了。很好。余医生，可以啊，有两下子。我是急疯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只知道我必须保护珊珊。余医生。我代表突击队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救了我们大队长的女儿。谢谢，莎莎，不怕了啊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龙头，龙头，我是山羊。我已经看见莎莎和刘医生了，他们安全。漂亮。山羊，把他们送出来，继续突击，解救所有的人质。明确。 Thank you.
他们是特警，我们干不过他们，投降吧。 这儿我说的算，三哥，我明白了，钟馗和白福不是一条心，关键时刻向来是保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 放下你的武器！没错，陈潇潇已经死了，我是燕美萍。我感觉我要飞起来了！这是最后的警告，放下你的武器！
雪山，你怎么还不去休息啊？您都不去休息，我怎么去啊？我看你是有心事儿吧。我担心秦叔叔。放心吧，你爸爸他们一定会把他安全救出来的。局长，情况怎么样？除三楼会议厅以外，整个度假村都已经被我们包围，有四名人质死亡，其余还有一些轻伤。初步确定，所有死亡的人质都是发生在我们到达之前。你们干得不错，里边有多少人质？具体人数不太确定，根据被解救出来度假村员工提供的情况，初步估计至少有三四十名，其中包括秦朗。啊，还有，所有被击毙的歹徒中，没有发现凶三。龙飞虎在上面吗？他已经上去了。